啊，现在晚上了，巡城马巡到了长岛的 Jericho 这个地方，啊，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韩国超市，就是韩亚龙 H Mart。这里听说是很有标志性的高大上的一个韩国的超市。哎，不说了，现在晚上8:30了。9点就关门了，先进去看看。很大，听说里面很大，很漂亮，是那个标志性的。看看里面的气派，很有气派。哦，白天这里
好了，出来了，他们快要关门了，但是还有人呢，还有人来，还有10分钟就关门了，真的很大，好像比那个新飞龙还大。这个是应该很有标志性的韩国的韩亚龙的，可能是最大的一家了。你看这个摩的停车场很大。